果实，红梅子。这个肉还没放，它咬过的。我们去采果实吧。那个毛毛巾呢？果實毛巾呢？我去找。请他离家出走的道具。Hello， 午安。哎、欸，他不走了，切，继续吧，打，继续好。临时找不到家，哎呦，这好不容易吧。网络。看，我网络好看哟。哎，窗帘被出来，不要打开，亮窗就可以了。嗯，本来的。拿几个枕头。你看我一个，我们要走了。好了 ，OK， 开始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过来，这里，来睡觉。铺这一块都是我们的家，铺的漆。哎，它好松啊！嗯，它一直会歪歪的。哎哎，不是说要拖鞋吗？哎呀，越烂了，太烂。我要穿衣服，我们要走了。穿。拖不好。你先脱鞋嘛。拖不好。Hello， 晚安。好像是我的网络不给力。你把鞋拿走。我的网络好像有点卡。要不要我用我手？把鞋拿走，快点。你可以不要再讲了吗？我们没有吵。对啊。我睡着。很小声嘞。哎，你比较大声啊！你不要再讲话了啦。Hello， 顺吗？真的、哦、是顺的。好，那就好。妹妹多讲一点，对啊，你看，喝水，妹妹，镜头有点晃，因为他一直歪歪的，他一直袜子好像有点越来越松脱，越来越松了，就他松松的，他顶了，他会一直。歪歪的，一直有点倒下来的感觉，好越来越歪。找到我睡裤，我叫妈妈不要讲话，没有啦，我怎么可能叫妈妈不要讲话？哎呦，妈妈跟妹妹玩得很开心，有吗？有吗？没有，妈妈不想玩。哼。臭妹妹，他还是歪的，我不管，他好歪啊！算了。我们班，我们要去赚钱，有个人东西歪掉了，我们去修。我也卡了。要10块钱。卡还吗？不卡卡。为什么不负责 ？Hello， 妹妹。干嘛？稳着就好了。哎，不是啦，我是要这样子，我真的好想。我来扶他。不要啦，不要乱弄啦。哇，嘿。他还是歪的，搞笑。不是啦。根本没有用。不要弄。这里吧。不是啦。不要弄了。这样啦，他要这样，我要这样。你要这样。对，我要这样。是要控制哪一个？控制这个东西，控制哪一个？这个、哦，那我懂。这个一直倒下来。我知道了。给我来。我知道了。这样吧。啊，没有啊，这样子。
这样子。哦，往下，这样子。这样。对对对，要压着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这样子，这样子。走开你的手。没有用啦。给我，等一下，这个不是要套这里。它断掉，弹到我痛了。不是这啦，是要套这里呀、啊。套哪里？这里。啊、哦，它等下会弹到我。不会。然后再，啊，没有用啦，那个没有用啦，它根本撑不住。再给我一条小毛巾。啊，这个就很没意义，是要干嘛？这个没用啊，这个没用啊，它拿走。这无意义。对，这无意义，你也知道。这无意义啦。谢谢三三堂的真情告白。这无意义。耶、yeah ！哎呦。借套一下。啊，你不要乱套啊！走开。我要套这里啊。臭美。没有用啊，根本就没有。弹到姐姐。啊！等下弹到我，很痛。对啊。弹到了。这根本就没有用。当，弹到了。臭美，走开啊！啊，等一下，妹妹，又知道了。妹妹偷偷跟我说姐姐几公斤，妹妹不知道。哎、欸，我哪有说？没有啊，我他就是有人要你偷偷跟他讲我几公斤，你又不知道，你不知道我几公斤啊，对不对？不知道。对啊，不知道。他知道他自己。今天量了。你今天量体重了？你今天量体重？他不告诉我哦。你不告诉我？25吗？怎么可能、啊？我才不信哎、欸！你30，你30.5，怎么可能？你40，怎么可能？你40.5，40.5，真的、哦？没有，不是，当然不是。50，我不告诉你，我才不要告诉你。Hello， 芊芊 ，Hello。妈妈，你这里别吵。打喷嚏。你怎么一直打喷嚏？你知道姐姐差不多几公斤吗？我跟你说，我跟他签保密协定。哎呀！我有签保密协定。快说！我说了，我死定了。快说！妹妹猜，妹妹猜，不能说，不可思议。我只知道你40。妹妹，那还不错。哎、欸，谢谢花生的冰晶。他也没跟我讲啊。妹妹说：“姐姐40，真是温柔的妹妹。50。妹妹。60。没有我中。啊，50.5。50.5还不错、啊。50.6。哎，也不错啊。50.7。也不错啊。等姐姐不说话的时候就是。50.8。哎，也还不错啊。50.9，也还不错啊。单位变成一公斤，51、52、53不是比较快？好、哦，不行。52、53、51。不是。52。我告诉你。No。还没。53，眼睛已经开始发出想要锋利的光芒的时候。谢谢米家的浪漫。53。我告诉你。54。我告诉你，哦，我告诉你，到底几呀、啊？我干嘛告诉你啊？说啊！我怎么跟你讲？快说！哎，那你自己算，我的体重是你的体重除以4，然后哎，你不会除法、啊？那就没办法啦，反正你自己想办法算出来就对了。哎，我的体重除以4，然后再。就算啊，没关系啊，你的体重除以4，然后再乘以2，然后再减5，然后再乘以2，然后再减10，然后再乘以2，然后再加上10，然后再除以2，然后再加上30，就这样，自己算。他不会除法，他不会除法。他就是不会除法，我才给他的，我才叫他算的，他不会除法，他不会除法，到底几呀、啊？我没有乱讲，这是真的。
几啦？我不知道，你猜啦。哎，你自己怎么可能不知道你几公斤？我忘记了。妹妹你几公斤？啊？忘记了。那你不是也忘记几公斤吗？奇怪。你看，你今天才量就忘记了啊！我那么久以前量都忘记了。谢谢贵社签到 ，Hello。先乘除后加减，没有，不用，不用，就照我讲的顺序去算就可以。好了，你会乘法对不对？那你不是七七七六十四？哎呀，忘记怎么背了。你背，你先背背看，你背一下，我告诉你。你背背看，我告诉你，从二开始。快点乘法，快点我听，快点，你背出来，我告诉你。快点啊，二一二，然后呢？你这粉丝都知道你不会背。对啊，这样好笑，快点。你不是会乘法？快点二一二，你大声一点，让他们听到。三也要啊，快点过来，快点三一三，大声一点啦，大声一点，你们听，三三三多少？你们听得到吗？三三多少？快点啊，你要讲完我才告诉你。三一三三二六三三三三，你六再加三，六再加三呢？六加三就好了。六加三等于多少？三。九啊。九啊。对。三三。三四。再加三就好。三。现在是在练什么？八。三。哦，三个。三三来迟哦。妹妹很会背元素表，那是她以前，她现在都忘光了。她现在一定忘光。她以前会背那个周期表，她现在可能不记得了吧。直播还在诱导妹妹念数学，对啊，我在教她算数学。你又还没背完，你背完我告诉你。谢谢芊芊戳戳你，耶，芊芊谢谢，谢谢芊芊的戳戳。没有。什么？我怎么可能才？八十二。八十二，二十二过分咯，小姐姐。妹妹，清理那甲。清理那甲。你看，你以前不是会？你看。你看他太久没背，他都忘光光了。先工作，拜拜拜拜。发红包耶！我要来红包，我准备好。啊！来了来了，你来不及了。哎，等一下妈妈还没有来，等一下，等妈妈一下。那不敢进去了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好，那你不要进来。不进去了。啊，你不进来，不进来。我四十二，好，我就四十二吧。六十二。你害我进不去。对啊。六十二，五十八。哎耶！ Yeah, 谢谢红包耶！ Yeah, 我抢到了。我不是，对啊，你没有进去啊，你没有来啊，对啊，啊好，不来不来，今天不去，今天不来，好。你在被我玩，谢谢北爷的玫瑰 ，Hello， 快别，卢卡有中，卢卡是最幸运的耶，最多的，我也蛮多的耶。差不多。再减一个还是再减？我才不告诉你。再加一个，妈妈。我怎么知道？我又没看他的报纸。可是我怎么觉得你知道？我不知道。哎，报。耶。大概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乱讲的，我猜的，你猜的。耶，
谢谢红包，谢谢森森糖。我是真的不知道。运气王。对啊，运气王耶。谢谢米家乐。我是不只有才的。五十一。不知道。好了啦，这小事情。有点偏了。好像快要猜。没有，越离越远了。你看他笑得很高兴，但是你要加。哦，加。哈哈。有点不高兴。哎呀，红包！哎，怎么那么多红包？五十二。加加，你不是叫我加？不想加，也不想加。谢谢红包，耶。谢谢卢卡的四叶草，谢谢红包。什么？多少？没有特地减。啊？五二。没有啊，不是啊。不是。谢谢卢卡的花枝精粹。那到底是几呀？啊，我就叫你算了，你自己不算。我又不会算，再说一次，我忘了。我不要。哎呀，我忘记了。再说一次，快点。哎，好吧。你的体重减掉十，再减掉十，再减掉十，再减掉五，五，再乘以十，乘以十五十，再减掉五，四再减掉五，四十，再减掉七，三十，减八，减八，三十三再减八，减六。加三加五减十减一减三加六加七加八，太快了啦！这个要问爸爸，爸爸心算高手。爸爸。现在是多少？我也不知道，现在多少？这要叫爸爸了。爸爸，帮忙算一下，我好想知道姐姐的体重啊。爸爸很厉害的。爸爸。没有乱讲啊！你们快点算。五十八哪是啊？不是好不好？乱算。七啊。他乱算，不是五八好不好？怎么可能是五八？他讲过六十。他说五八，不是五八、啊，我还没讲完。算了，爸爸很厉害。爸爸。爸爸，今天要给你技术题。好蠢哦。哎呀，不是我问你。妹妹，你拿计算机就可以了啦。你拿计算机啊。你验算三次，最好是啦，不要乱讲，我才不是哎、欸。他说几？他说五八，不是。为什么都说五八？才不是。不是五二吗？也不是。是五二。五二很好，好，那我五二。那你五三？也很好啊。五四。哎，你好烦哦。接近了。啊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好吧，真是讨厌。哦，好讨厌啊。妹妹几岁？妹妹几岁？七岁。八岁。好，他说虚岁要加五岁。虚岁八岁，好，那你？他七岁了，妹妹七岁。八岁。八岁，好，八岁。十年后呢？十年后几岁？十年后十八岁，哎，不错嘛，不错嘛。加十啊。那五年后呢？你现在五年后几岁？你现在是几岁？八岁。那五年后你几岁？十三岁。十三岁，哎呦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妹妹大队接力第几棒？妹妹第几棒？二七哦。对。二七，她第二十七棒。27号。啊，我前几天有说她大队接力。说什么？你去跑大队接力啊？你有没最后一名？哎，你们最后第几名？第二名是不是？他买了一个四十块。你买一个四十块的。夹子。啊、哦，奇怪的东西啊！而且他们今天有跳蚤市场。加加看。他们今天那个二手那个跳蚤市场。加加看。然后。可不可？然后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回来。40块。哎、欸，还蛮可爱的、啊。哎、欸，好像蛮可爱的。欸、你好厉害耶！粉丝说可不可爱？
很不可爱，他问可不可爱。可不可爱？有27磅，有啊，就27。可不可爱？可不可爱？快点，他在问可不可爱。还我一下。超级可爱，他说可爱，他们说可爱。好啦，还我。哎、欸，还我。好啦，不要暴力。我将头发被你拔光了。变，哎、欸，打我等。走开呀、啊，凶爸爸。走开！妹妹跑到那个决里超过了第二名的人，妹妹是第几名？第二名啊，不错。妹妹，你跑步，你如果超过了第二名的人，你赢了第二名的人，那你是第几名？你超过第二名的人，跑步，然后你前面是第二名的，然后你超过他了，那你变第几名？啊？你超过了你前面那个第二名的人。你赢过他、啊，你赢过了第二名的人。我听不懂。就是假设有三个人在跑步，嗯、然后你跑最慢，你跑第三。是一个一个人。啊，好，哦，不是，我在说另外的，就是，对，他们是一个一个人跑的啦。就是假设你赛跑，你跟另外两个人比赛跑步，然后你一开始是跑最慢，你跑第三名，然后还有第二名跟第一名嘛。那后来你超过了第二名的人，那你变第几名？不要这样，好吵。第二名。哦。然后他就变第三名。对啊，对啊，就变第三名。哦，哎，妹妹没有被你们交换位置而已啊。对啊，哎，很聪明哎，你看，妹妹没有被你们骗。你看，妹妹说就变第二名。哎呦。你以为我在说什么？还蛮厉害的耶！我以为我们都以为你会说第一名，因为很多人都会被骗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只超过一个就第二啦。对啊对啊。如果超过两个的话就第一啦。对啊，你只超过一个嘛，所以你只是变第二而已嘛。对啊。对啊，但是很多人会觉得，哎，我赢过第二名的人，那我是变第一名了。因为我赢了第二名的人就变第一名，但是其实不是啊，你赢了第二名的人，第二名的人就变第三名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就变第二名了。对，其实是这样子，但是很多人会以为就变成第一名了。那、啊、你还蛮厉害的，你居然没被骗。我第一次我也没想那么多，我第一次也想说，第一名嘛。然后后来发现，哦，不是这样子，那蛮厉害的哦。弟弟妹妹居然没有被骗，真的还不错。再来一些难题。好啊。真的。我还记得一个、啊。哎呀，等一下，那个题目有点长。有点长，再给你加一下。我还记得一个。有没有知道别的题目？我记得有一个那个，有的话说叫什么？你把我的笔电拿过来。哦好。iPad 可以吗？笔电。你笔电在哪？在我桌子旁边。桌。谢谢米佳来看好你哦。没有，在柜子上面。柜子。哦，找到了。那个吗？猜谜。那个你的哈。对啊，我的笔电。我柜子上的，我拿到了。我桌子右边的柜子，你坐在我桌子上，然后有什么？啊，你拿到了，很棒，好，过来。哎，那个叫什么啊？逻辑题目，逻辑猜谜哦。哎，还你。哦，谢谢。你不夹吗？你要给我夹吗？很可爱。我也觉得很可爱。前天地震。很好，就说你好了。前天地震，厨房有两个罐子倒了，是什么？你问的问题一定不是什么正常，一定不是什么问题。他乱问啦、啊！你们不用认真思考他的问题，他的问题通常都不是什么问题。为什么啊？他说的问题是。他。妹妹，如果一楼走楼梯要到二楼要一分钟，那走到四楼要几分钟？从一楼走到二楼要花一分钟，那走到四楼要几分钟？什么意思？你爬楼梯，你从一楼爬到二楼你要花一分钟，那你从一楼爬到四楼你要花几分钟？如果都用同样的速度去走的话，没有休息。四分钟吗？你一楼到二楼一分钟，二楼到三楼一分钟，三楼到四楼也花一分钟。听不懂，我觉得要画画才懂，这样有点难。你从一楼走到二楼，3公分，对啊，三公分，我听不懂，3分钟，
三分钟。我忘记你是三分钟了，因为三分钟，你从一楼，你从一嘛，你第一层楼不算啊，第一层楼就是一个就是平面啊，对啊，你本来就在第一层楼啊，所以你从一楼走到二楼是一分钟嘛，就加一嘛，然后你从二楼走到三楼又再加一嘛，三楼走到四楼再加一嘛，所以你总共其实你只走了三个楼梯而已啊，你从一楼走到四楼，你只走了三个楼梯而已，路边送出的路边的路灯这样子，对对对对，是以前数学题目很常考那种东西。三分钟，再考，你先出去来，你出去。我找一找题目，我找到题目，你回来我再考你，好不好？你要粉丝考你啊？要不然你就在这，不用去。好，也行啊，可以啊。好，那晚餐我吃什么？我会帮你煮。那蝴蝶姐很可爱，谢谢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可以考？快点，妹妹想考试。谢谢超哥的玫瑰，因为乳糖不耐症。什么？你看，我就说他讲的是那个前几天地震，厨房倒了两个罐子，然后倒了什么？因为乳糖不耐症，倒了什么？牛奶跟糖哦。倒了乳糖吗？哦，牛奶和糖，对啊。对啊，所以我地震了就倒了。哎呦，好像还有点道理。对啊，乳糖不耐症啊。那倒了什么？倒了牛奶跟糖。倒了乳糖吧。没有没有，倒了两个罐子是什么？牛奶跟糖，因为乳糖不耐症。乳糖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问妹妹怎么可能知道？妹妹最好是猜得出来，这太难了吧？连我都不知道。妹妹的意思是什么？妹妹在问。我也不知道。阿妈觉得很有逻辑，好啦，还行啦，算是有逻辑的啦，蛮厉害的。来来来来，快点，妹妹来，来啦来啦。还有什么？我查，我现在查，你等我一下。我查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等你哦。拜拜。那你要把水喝完。粉丝还知道什么？他们还没讲啊，快点！妹妹很期待，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他。我也查查看有什么，我帮你查有什么问题可以问问你。我们今天就来猜谜大赛。自己去拿。妹妹，你不要一直。哦哟，你不要一直跳那个，那个好吵，那你不要跳那个。好吧。我查一下嘛。要查多久？夹子夹前面一点。夹前面一点。我说。哪边？在那边？不是，在这边。哎呀，等一下。夹刘海。妹妹。啊，不要夹刘海。为什么？你刘海不能留吧？好了，在这边。你帮我戴。好呆哦。直接这样多久？妹妹几年级？妹妹几年级？二年级。快三年级。还没好不好？你才二上而已。对呀、啊。哪有快三年级？一年后，半年后。啊，这边好了，还蛮可爱。啊，半年后三年级。有吗？半年后还没三年级吧？半年啊，二下，然后二下毕业啦。二下就毕业了？对。你太快了。我说的毕业是暑假。毕业和暑假哪里这样？这算什么题目啊？脑筋急转弯吗？对。对。对。有学英文吗？有啊，也没有学英文，对不对？只是我几乎不对。会吧。好啊。来，妹妹给你。你会什么？你会什么 ？Apple。Apple 是什么 ？Apple 是什么？苹果。哦，好棒哦！你还会什么 ？Orange 啊，你会 Orange。Watermelon 西瓜。Butterfly 是什么？还是动物？动物。Butterfly。Butterfly 飞。蝴蝶。嗯，对。为什么？妹妹有背《弟子规》吗？你有背《弟子规》吗？他应该是没有背《弟子规》，怎么背啊？我不会《弟子规》。哔叭叭哔叭叭哔叭叭，不会。《弟子规》什么什么？弟子的。啊，我好像知道哎、欸。龟苓。没有一个。弟子。因为那你很跑，你不知道没关系。一个诗。Apple 是手机。啊，Apple 手机。没有 Apple 苹果。对啊，有 Apple 有苹果手机啊，后面是苹果的。父母呼，哎，《弟子规》圣人训，
什么什么什么泛爱众啊，我忘记了，好久没背了，天哪，我不记得了。欸，你看我手上沾到你的指甲油，这边都一坨。哈哈哈哈，喂，那我荆棘短问，我来找找，快点啊。可是它这些都是很普通的耶，我觉得没关系啊，就给我普通的，这是很无聊耶。没关系啊，我有可能不会，就很这个我觉得没有很好玩。哎呦，我有可能不会啊，就看考啦。要考试了，不能看什么书？教科书。哦，原来你考试都不看教科书是不是？教科书是什么？教科书就能课本。都不看课本。妹妹会不会星期一到星期日的英文？星期一的英文你会吗？Monday, Tuesday。 哦，你会哦。然后嘞？嗯。然后嘞 ？Monday, Tuesday， 然后呢？忘记了。三是什么 ？Wednesday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问你啊。然后呢？星期四嘞？星期四是什么？嗯。你不会。Thursday。然后嘞 ？Friday。然后呢？星期六呢 ？Saturday， 对，你没有学过？有。那你有学过？你还忘记？心动了是因为一阵子的笑，地板在动是因为什么？什么？地板在动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站起来了。啊我。没事。因为地球那个。半暗中。好像。你那个年代才有背，哎，我老了，我好老，哎，因为我在跳，你看，我就知道不是什么好的答案，讨厌。快点来给我。铅笔姓什么？啊？铅笔。铅笔姓什么？铅呢？削，因为削铅笔。很难。这很烂哎，这个。再来继续。这我觉得没有很好玩哎。继续。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题目。我连这个都不会了，继续啊。可是这个你不会很正常，因为这些很多都应该是要不会的，对，就是这些很多。为什么是削铅笔？这都是很无脑的。脚麻了。等一下。这样做我脚麻了。应该有带我的糖果回来。来，我来看看这个。这个 What's that？ 等一下我念 What's that 是啥？我念来，那个 What's that 星期三，张老师和王老师在外面休息，你们也一起答题哦，你们也加油，你们也一起。有姓张的老师。张老师和王老师在外面休息，突然看到三位邻居，张老师就问王老师，请问他们几岁？然后张老师就给王老师提示，他们三个的岁数乘起来，哦，这好难哦，妹妹，这你一定不会了。乘起来怎样？他们三个人的岁数乘起来会等于2450，且他们三个的岁数加起来是王老师的两倍，他们的岁数不超过80。王老师说：“我还差一个条件。”张老师说哦，我忘了，我都比他们三个大，请问三个邻居和王老师以及张老师岁数为何？太难了吧，这怎么算？我算啊。讲到 Friday 触景伤情，哈哈，难过。这数学题吧，这太难了吧。这我也不太会，怎么办？这好难哦，这怎么算啊？这是数学题，这你已经不会，这太难了吧，这真的是数学题。别的你不算算看这个吗？啊什么？这怎么算啊？三个人岁数乘起来2450。嗯。三个的岁数加起来是王老师的两倍。天哪！2450然后呢？啊，好难啊！超难，对啊，这超难的。啊，要先因式分解，还有因式分解，搞到因式分解了。那这个这不行，这不行。真的太难了吧。因式分解是什么意思？
式你一定不会，这很难。英式分解这个很难，这个你还没学到。什么叫英式分解？哎、欸，这边的题目还真没那么简单、欸，天啊，这个真的是啊，那就来了。什么？还有什么题目？这感觉都有点难，你糟糕。那要给我玩什么？这你都不会的感觉。那你考我什么啦？哎，这都是认真在考人的。等一下哦，我找找看哦。很难呢、欸，排列组合一下就有。哎、欸，你们怎么那么厉害？二五五，二乘五乘五乘七乘七。哎、欸，你那个好吵，不要这样。还要多久？好，弟弟今年几岁？哥哥今年两岁，弟弟的年龄是哥哥的二分之一。天哪！一岁啊、哦？哎、欸，你会二分之一？你知道二分之一啊、哦？不会。那怎么到几岁？等一下，哥哥今年两岁，弟弟的年龄是哥哥的二分之一，对，所以他是一岁。哥哥今年五十岁，弟弟今年多少岁？那哥哥两岁的时候，弟弟一岁。那哥哥五十岁的时候，弟弟几岁？49。哦，五十减一啊。对啊，五十减一啊！哎、欸，你很厉害啊，他答对了。哇，对对对，四十九，没错，厉害哦，没有被骗到。还蛮厉害的吧，25岁，啊，他答对，49岁，没错，好，好，那五十之十，哎、欸，他这个没有给我答案哦，他都没有给答案，应该是对的啦，至少我是这么觉得对的。然后现在桌子上，从两岁的地方拿走一个，从五十的地方拿走一个，对对，就在四十，对，没错，现在桌上。桌子上面放了25枚硬币，其中有10枚硬币是正面朝上。如果别人蒙住你的眼睛，而且你的手也摸不出硬币的正反面，你用什么方法能将硬币分成两堆？而且这两堆硬币正面朝上的个数相同。这我也不会。这是什么？这我不懂。我不会这个。你粉丝有知道的吗？他们哦。粉丝有知道的吗？我也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，这好难啊。那传一下，如果有知道的传一下。我要怎么分辨？哎，他说摸不出来，摸不出来怎么可能？一定会有人知道吧？你那么相信他们？好，我再说一遍。现在桌子上面放了25枚硬币，其中有10枚硬币是正面朝上。如果别人蒙住你的眼睛，而且你的手也摸不出硬币的正反面，怎么分成两堆？你用什么方法能将硬币分成两堆？而且这两堆硬币正面朝上的个数相同。大声叫姐姐来分，有道理哦，还不错，这个的确是可以这样。他没有给我答案，那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呢？有人蒙住你的眼睛啊！哎、欸，夹子快要掉了。不会，它不会掉。但我觉得夹没很好，夹太下面了。等我一下。这些题目你怎么很会啊？哦，好痛！对不起，把你长夹一下。没关系。哦，好痛！拔到了。很难呢，一直碰到你头发。哎，好的。OK。哎，你夹的还不错哎，你夹的还不错哎，你夹的比我好的感觉。这应该是脑筋急转，不是数学题，不是数学题吗？那怎么算？我不知道，怎么分成两堆？我不想。我不会，把五个拿走。妹妹的小手手。你的手套有很小吗？我看，
还蛮小的呢，来过来过来。哎，我帮你涂涂看人家呀。不要。我想涂。等一下，我想要找。哦，我之前，哎，我们之前老师有给我们考过一些有的没的奇奇怪，就是那种还蛮有趣的那种题目。但是，哎，我电脑坏掉了，我想不起来。我记得有一个题目，你们有没有听过？就是我想要帮你涂。你要帮我涂指甲油？不要啦。一只啊，涂涂看。他那个是不是只蒙住一只眼睛？他那个我不知道答案，他没有写答案。涂涂看，涂涂看，涂涂看，脚不要踩着。美美他们说他们也不会那个题目。继续练别的。练别的，我查一下哦。嘘，哎，不要这样。我记得有一题目是什么？A 的妈妈，对 ，A 的妈妈有五个小孩，一个叫 B， 一个叫 C， 一个叫 D， 一个叫 E。那请问，另一个小孩叫什么名字？等等，我刚刚说什么 ？A B C。再来一次。小明的妈妈有五个小孩，那其中四个叫做 A， 一个叫 A， 一个叫 B， 一个叫 C， 一个叫 D。那剩下的那个，那另外一个小孩叫什么名字？一叫一啊，哈哈，一 ，C D E 呀。小明的妈妈有五个小孩，一个叫 A， 一个叫 B， 一个叫 C， 一个叫 D。那另外一个叫什么？一呀，叫一 ，D E 呀。真的，真的。那小明的妈妈，那小明是谁？小明是他小孩吗？不是，不是啊，小明不是他小孩。小明的妈妈有五个小孩，懂了吗？哎，懂了是不是？妹妹刚刚一声啊，终于听懂了是不是？没有，你没有懂吗？懂了吗？是他吧？对啊，剩下一个小孩叫小明啊。不会就是小明吧？对啊，我刚刚是想要说这个。对，哎，妹妹终于发现，她发现了。对，因为第五个小孩啊。对啊，第五个小孩。第五个小孩就是。就小明啊。对啊。因为加起来刚好一二三四五啊。对啊，哎，没发现，没终于发现这个问题了，这个答案是什么？对啊，就这样，然后你被骗了。很难嘞。我一开始也被骗，我一开始也是被骗的。E A B C D E。对啊，就叫小明啦。这题目很旧嘛。哎，但是我最后想到了。对啊，就我很久以前的题目，很久以前我考过，我有被考过的题目，你想到？然后你想到那就很好啊，可是你一开始被骗。一开始。本来是什么时候才想到？我是他们公布答案之后才发现，我才想到。真的？太久了吧你？是吧？一公斤的铁跟一公斤的棉花糖哪个重？不是棉花糖，棉花，很想吃糖。一公斤的铁跟一公斤的棉花哪个比较重？多牙花。哦，哎呦！那只要一公斤啊。对，哎，你很厉害耶！哎呦。我也说铁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妹厉害耶！妹妹没有被骗，妹被骗，妹说一样重，因为都是一公斤，你很厉害哦。对，都是一公斤，都一样重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还有什么啊？我想要找类似这种题目。我记得我之前也有，就是之前老师那个时候好像考完试，然后就很闲嘛，然后老师就找了一堆类似这种题目问我们，我觉得很好玩呢，但是。那个关键字要怎么找？我找不到这些题目哎、欸，我打脑筋急转弯也没有类似这种题目。打题目就好啦。谢谢雨瑞的掌声。题目没有题目会有很多很难的题目，我想要找这种比较有趣的题目，也是有点难。好玩的题目。你看我查到这些全都是数学题啊。那些好玩的题目。有啊，是有。你看我查有趣的题目，但它一样就是一堆数学题，它都是那种数学题。说不是数学好玩的事，一公斤的水跟一公升的水，哎，他还没想到这个啊，这不行啊。我刚水到。你会公升呢、哦？不会。对啊，你不会，他不会，他没水到。一公斤跟一公升。不是也一样重吗？应该一样吧。一样吧，一公斤的水跟一公升的水。一公斤还一公升。一公斤跟一公升重量不是差不多吗？对。不是一样吗？哎，
是吧？我不知道，应该是吧。一公斤比较重。一公斤跟一公升应该一样吧。一公升比较轻。没有吧？一样吧？应该是一样吧。我只是想靠一下沙发就要移动，烦死了。好了，还有别的好玩的吗？我在找啊。你确定不是吗？哎、欸，一公斤跟一公升不一样吗？一公斤跟一公升应该差不多吧？到底有什么啊？告诉我。好。一个掷硬币已经连两次正面了，那他下一次，他掷出正面的几率多少？啊，你刚说什么？啊，不就50%吗？你刚说什么？就，嗯，哎、欸，糟糕，这你不会，这几率你怎么很会？几率是什么？就是有可能。对对对，就是有一个人他丢硬币已经丢了两次正面了，那他第三次会丢出正面的几率是多少？就一半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啊，这真太简单了，这太简单了，哎。有可能是一样啦，对嘛？我就记得一公斤跟一公升一样，吓得我以为我以为我记错哎。我就记得是一样了，真是的，对吧？就一样重，吓死我了啦，真是。哎、欸，这是水是唯一可以公斤跟公升转换的哦，真的。什么？哦，水是只有水可以把公斤跟公升用的一样。还有别的？不要抢回答小学生问题了。可是几率他怎么可能会啊？几率太难了啦，他根本不知道几率什么东西。就是。我问他掷出的几率是多少种，他根本听不懂吧？他根本听不懂几率，我在查，我在找。还要多久？好玩的。可是查到了吧？没有，都是一些你根本不会的东西啊。那粉丝有查到我会的吧？哎、欸，快点啦！看看这个，这好像可以啊。什么？什么照片看不出照的是谁？什么照片看不出照的是谁？黑的照片。黑的照片。灰色照片啊。X 光片，什么？X 光片？为什么 ？X 光片就是那种只会照到骨头的照片。哦，那个。对，所以 X 光片看不出来你在照的是谁。X 光啊。对啊。X 光片，哈哈。因为都只有骨头，所以我看不出。什么情况下二大于五，五大于零，零大于二？啊什么？啊，你知道大于小于吗？就什么情况？知道、哦。好，什么情况下二比五大，然后五有比零大，然后零有比二大？什么情况下二大于五？你可以先给我看，我会忘记你在说什么。好，我先给你看。等一下。什么情？啊、你说的太乱了。真的。什么情况下？什么情况下？写给我，快点。有什么情况啊？写给我。好，我写给你。快点。二大于五。啊！我先别说。好，我不说。哈哈哈！哎，那脸不能进来，快点嘞！好，我写凶巴巴哎，臭美。你，走开！那你嘞？我不写了。看脸。你看懂大鱼吗？看懂大鱼？你知道大鱼吗？你知道大鱼？你学过大鱼啊？没。对，你怎么会知道大鱼？只是有看过。二大鱼。你跟小鱼很像啊。对啊，五大鱼零，零大鱼。好，给你。二什么情况下二大于五大于零零大于二？二应该要比五小才对吗？对。啊，五比零大很正常啊。而零要比二小。哎、嗯，什么情况下？我看一下。我本来想说乘负号的情况，好像也不对。哎，什么情况下？啊，我知道，哎，这他不会啦，这个他不会啦。那个嘛，导数对不对？全部变成导数就可以了。哎，把它反过来就好了。反过来，你是说变成二分之一跟五分之一这种吗？真的？不是，你就倒过来。猜拳的时候，哦，哎呦，猜拳的时候啦，傻眼！猜拳的时候二大于五啊，因为剪刀会赢布啊。对。然后五大于零啊，因为布会赢石头啊。对。然后还有一个什么？二大于零，哎，不，零大于二，对、啊，零大于二、啊，因为零会赢。五本来就大于零啊。不是，他说猜拳的时候五大于零，因为不会赢石头。我以为是导数哎、欸，导数就对了吧？对，哎、欸，导数也合理啊，二分之一大于五分之一啊。对，然后五本来就比零大。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零大于哎、欸、零大于二分之一哎、欸、不对哎、欸、啊好吧，
啊，原来是猜拳哦，讨厌，我没想到。哎，石头但还是剪刀蹦。对，石头会赢剪刀。你没知道小鱼三是什么吗？小鱼三，小鱼三是什么？就是比三小啊。等一下，哎呦，不要理你了，讨厌。小鱼三，什么小鱼三啊？啊，没事没事，你不要理他，你不要理他。他是谁？一个人。哪个人？一个喜欢翻白眼的人。最不听话的是谁？有哪些人啊？最不听话的是谁？又没有人，我又不知道是有谁，怎么可能知道？听不见的人。啊？耳聋的人。最不听话，因为他听不见。耳聋的人。下雪天为什么啊？下雪天阿明开了暖气，关上门窗，为什么还是感到很冷？下雪天阿明开了暖气，关上门窗，为什么还是感到很冷？为什么？你姐姐都欺负我，你才欺负我。为什么？不要说。好，不要说。你知道啦、哦。我看了答案了。哎，不能让粉丝猜。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下雪天，阿明开了暖气，关了门窗。确定是暖气。是暖气。我很想。阿明开了暖气，关上门窗，为什么还是感到很冷？他在外面关窗，他不在屋内。哎，你们都知道嘛，对吧、啊？因为他在外面。因为他在外面。外面开了。开暖气，他开了房子里的暖气，然后关了窗户，但是他人在外面，所以他还是很冷。好笑哎、欸！一场大雨，忙着栽种的农民纷纷躲避，却仍有一人不走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不走？因为他这个雨哦，他心很冷。对啊，一场大雨，忙着种田的那些人。都快点跑去躲雨，但是还有一个人，但是 有一个人都不走，为什么他不走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稻草人。因为稻草人也是人。等等，你怎么知道啊？我还真没想到，你怎么知道？是稻草，的确啊，的确。答案的确是稻草人。因为稻草人不是站在田上这样。你很厉害啊！下雨也不会躲，因为要防鸽子。啊、不管怎样都会把它搬走。很厉害。对啊，稻草人，哇，妹妹比我聪明的。他们猜到了吗？他们有人猜到，有人猜到。稻草人哎、欸，对、啊，是稻草人，因为他是稻草人。这一只手有点掉了。我等下帮你补。那我可以先把。在台南看直播 ，Hello。那我可以先把掉吗？你拔。为什么自由女神像老站在纽约港？因为他的雕像初步不能动。对，因为他做不下去。再来，我说对了吗？超人和蝙蝠侠的最大区别是什么？一个在早上睡觉，一个在晚上睡觉。是吗？真的假的？我猜的。哎，不是，你怎么你回答的好快，我都还没想为什么，我都还没有开始想答案。最大区别？哎，不是，这你应该不知道，你没有看过又不知道。你们知道吗？我再想一下。超人，你一定不知道，因为你没有看过这个卡通。那可以先给我看答案了吗？超人跟蝙蝠侠，哎、欸，对，你看有人知道。一个内裤穿里面，一个内裤穿外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内裤穿里面？这个超人的衣的服装的，好那个穿在外面，不是啊？那是他的装饰。他装饰在外面。哦，装饰的内裤在外面。对。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才处于真正任人宰割的地步？什么情况下？绝望的时候，放弃的情况下。喂，干嘛现在说？我乱讲的，我不知道，我猜的。啊哈哈！哦，原来如此哦。什么？哎，我觉得这还不错。什么？哎呀，你猜，你要跟他们一起猜。但是我不知道。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才处于真正任人宰割的地步？嗯，好哀伤题目，没那么哀伤，答案没有那么哀伤，答案其实还蛮有道理的。
什么情况下会被别人任人宰割，人家可以割你的肉啊，切你啊，然后把你缝缝缝缝啊，切开身体缝缝缝啊，什么情况下你会躺着，然后也不会反抗，然后睡觉的时候，然后你睡觉的时候会让别人把你的肉切开来、啊？怎么可能啊？不是这样，睡觉的时候，也不是啦、啊，在手术台的时候、啊。在手术，你在做手术的时候，你不是在那边躺着吗？然后手术是什么啊？你不知道做手术啊？忘了。做手术就是，手术是什么？啊，手术就是假设你的可能你的肚子里长了一个不好东西，那医生就会把你的肚肚切开来，然后把里面的不好东西拿出来，然后再把你的肚皮缝回去。妈，我有过吗？我有过了，但是我的不是那么严重的，很小的一颗在这里，很小的一小颗。好了，快点下一题。刘好像在那个我。安静要闭嘴，不要讲啊、欠揍。不要吵。好了，不要吵，我要问你下一题。看点这个，你来看。谁叫你要说到我？你现在躺在医院病床上，为什么？你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躺在医院病床上？你为什么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前几个礼拜才是。对啊，你前几个礼拜也在病床上过得很开心。对，过得很开心。哎，躺得够舒服的。对啊，躺得够舒服，好开心哦。有点不太想回来。哎，不可以哦，不可以哦，还是家里比较好。我想要买蜡烛。谢谢小玉的礼物，Hello。快点这题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答案。这好烂哦，我不要这个。啊、这个好烂，等一下。我前几个礼拜还在。这个，考试时，什么？陪你妈住院，占领她的床。怎么跟我一样啊？当初妹妹住院的时候，我也抢她的床我也跑去躺到妹妹床上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住院的时候，我也去抢他的床睡，我躺在他床上，我们一起躺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嗯，我要你陪啊。对呀，因为你要帮我玩圈圈叉叉，够好玩。不是人民狗啦，我冰狗。到底你刚刚说什么的、啊？考试时阿文一题都不会写，但是为什么突然眼睛一亮开始写字？他在写什么？他明明一题都不会写，他为什么？在画画。对啊，因为不会写就画画啦。不会写就画画。有什么东西，你就算不会，就是你考试的时候。乱写。不是啊，你考试的时候，你都不就是整张考试卷，如果你一题都不会写的话，那整张考试卷有哪个是你会写的东西？就是你一定会写的东西。你考试的时候会先写什么？会先写名字。对啊，所以他为什么突然开始写？因为他写他的名字啊。谁先猜对啊？没有人猜对。我也没猜对，我猜错了。你猜对了、啊、名字啊，对啊名字啊，虽然是我提示的、啊，但还是算猜对。这提示啊，为什么？他们也说了，对不对？他们也说答案了。他们。还没有说答案。对，我不想要第一。他问左为答案，左为刚好很跟历史很熟，是不是？快点继续。等笑话时间、我有一次有一题不会写，就会因为我会先写题目。你会先写题目。然后有一题不会写的话，好吧，写名字，继续写了。哦、现在你想一下的，继续。你会先写题目、啊？我都先写名字。为什么？因为。我几乎都不会写，没有啦，因为想答案要思考 啊，所以我通常就是不太想继续念啦，别的不太想一直思考，所以我就会先写名字，然后想要做好心理准备才开始写题目这样子。然后写错了，哪有？什么写错好了？你因为有人帮你呀、啊，所以才最好是啦。考试不能帮，考试帮作弊耶，考试一个人考的。是错蛮多，但也没有错那么多，好不好？错很多？没有到。你错蛮多的。没有到错很多。继续。可是我肚子饿，我要去煮晚餐。我要关播啦。卡。
还要卡，我们下次再卡好不好？哎，卡，我肚子啊，我肚子好，不要这样子，我肚子好饿。卡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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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我肚子饿。他这些都图片的，你这都要看图片咋的？好啊，我看。啊，他们有看不到图片。你把图片给他们看，好吧，不吧。是可以的。那你就可以。如果11+11=4，12+12=9，13+13=9。怎么可能？如果11+11=4。是。哎、欸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答案。哦、这好烂哦。4+9。如果11+11=4。13。如果11+11=4，12+12=9，13+13=9，真简单啊！这一看看出来了，真简单，应该会吧？这蛮简单的、啊，11+11=4，为什么会是四？1234，12+12=9，为什么1+2=3？再加一四，哎，不对，6啊！哎，跟我想的不一样，跟我想的不一样，哎，为什么？哎，我等一下，哎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可以看一下吗？啊，你想，你想一想。我自己跟我想的不一样，我自己想一下，我自己想一下。什么动物会帮你呢？虾虾啊！哈哈，哈哈，只是睡得比我聪明。9+6，约4+5。你看，本来是四，加的，然后变成+5，不是+4，然后这里不是就变成。那个+5的地方再变+9+6，是吗？因为这里是不是+5的话是9，这里+5的话是9。哎、欸，天哪，我真的变笨哎、欸，糟糕，真的、哦、是这样子、哦。我觉得是加不是会变成9，然后九再+6不会变成几？15。那打看是15。15，是15吗？帮你哦，傻眼。帮你？没事。什么帮你？没有没有，他们讲十五吗？你们觉得答案是十五吗？我觉得是15。我看到哦，吓死我！我看他有没有给答案。他给答案吗？我哎，可以帮我读一下吗？他没有给我答案。我可以自己读吗？我不知道答案。我可以自己读吗？你可以啊，你去拿，在我桌上。在哪？来、啊，我念排名啊！我要吃饭，我好，然后肚子饿了。继续说，继续说。我等一下考你。开封的时候考我就好。好好，我考你就好。你桌上的哪里？桌上的。我看到了。嗯，好。我去哪里查？好饿哦！你不饿吗？我肚子好饿、哦。你的夹子要还我吗？好，还你。想要吗？都可以啊，你想要吗？你想要吗？你要吗？我问你想要吗？我想要吗？你说我想要还你吗？还是我想要这个夹子吗？你想要这个夹子吗？哦，想要。好。你要送我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么好。好的。第十名，第九名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要吐太多。宇瑞跟 Steven， 谢谢。第八名啊，大家都一样，数字都一样。第七名超哥还有花生什么叔，谢谢。嘿嘿，哎，不要再问了。哎、欸，你52，你还记得这个？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有人？你怎么知道有人在？讲体重，可恶啊！你52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假的、啊。你怎么还记得这问题啊？你很讨厌的。告诉我啦！我等下。粉丝也不知道。我等下偷偷告诉你。第六名米家的，谢谢。让粉丝知道。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啊！我干嘛让他们知道？第四名 ，Grace 还有三三糖，谢谢。给我知道，给我知道。我等下跟你讲嘛。第三名翔宇，谢谢翔宇。第二名 Luca。谢谢卢卡，耶，卢卡，哎，卢卡是谁？卢卡，你知道，你也知道，你也会说谢谢卢卡。第一名芊芊，谢谢芊芊。谢谢卢卡，谢谢芊芊。
对，芊芊，谢谢芊芊。妮妮。噔噔噔噔。噔噔噔噔。点点叮叮。叮叮叮叮。叮叮叮叮。不要告诉你，哎呀，你不想知道，你还一直想问干嘛？很奇怪。哎，到底几公斤？就差不多嘛，差不多你讲的。走开、啊！笑什么？草莓。好了，拜拜，下次见啦！啊，对了，不要吵。好啦，妹妹跟他们拜拜，我下次见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啊，拜拜，跟他们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我才刚涂好我的指甲。啊，拜拜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晚安。你看，我涂的，还不错啊，还行啊。哎，还行。还行。那你涂的呢？我涂的最棒了。妹。耶，拜拜。哥哥才是，哥哥可以帮你磨指甲都不痛。哪有很痛啊？你好了，拜拜。你说不痛。